在，让爱无所不在。大家好，我是高一平，欢迎再次收看。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报道，讲的就是呢，中辍生，就是一位青少年呢，他不上学了，他逃学了。人家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哦，校外有更大伟的可以罩他，所以他就不用再害怕了。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他的父母感觉上好像也放弃了这一位年轻人。到底父母应该如何去面对中辍生？而中辍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嘞？这就是我们今天关心的话题喽。中辍亲子不中辍，让我们一起来转转发现爱。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现在就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组亲子档。首先欢迎的是雪孔跟盛豪。嗨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是盛豪？我是盛豪，今年几岁？20。20岁，欢迎。好，那雪孔是爸爸，请问你有几个小孩？我4个小孩，3男1女。哦，好幸福哦，很棒。那盛豪是排行老三。老三哈、哦嗯，也是让你最伤脑筋的那个。对对对。好。接下来欢迎是我们的素莲跟文恩。哎，大家好。所以文恩今年几岁？18。18岁，在家里排行老几？老二。老二，所以上面一个哥哥，然后一个弟弟。像一个弟弟哈。那文恩是让你最伤脑筋的那一个吗？对。好，那我们待会儿来慢慢听故事。我们先听盛豪，你20岁，那中辍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当然你也曾经是一位中辍生，为什么会翘学？哦，翘学是幼稚园啊。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哥哥就骗老师说我老爸叫他来接我骑脚踏车，然后我就这样出校门口了，然后就那是第一次逃学的经验。那一次逃学以后，感觉怎样？还记得吗？很刺激啊！很刺激啊！然后就是妈妈不在，妈妈在工作还是？就是我自己的亲生妈妈，在我就是读幼稚园前1-2年跟爸爸离婚，妈妈就是离开了，然后。就是想玩，爱玩。那时候还不懂，就是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我已经逃学了。爸爸什么时候发现说儿子开始在逃学？警察报案说你小孩子在警察局，说你小孩子在做笔录，有跟人家抢钱啊，偷东西啊。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开始翘家了。你们不是只是去玩吗？那时候就是幼稚园升小一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时段，我就学会抽烟、喝酒、吃槟榔，然后我就开始学会偷窃，因为在外面的一定肚子饿，然后小时候的我们也没有赚钱的能力，然后我们只知道偷人家的烟，然后偷人家的钱，有钱就什么都买得到，然后偷人家的摩托车，因为就是脚踏车，一开始是从脚踏车，后来我5-6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会偷骑爸爸的摩托车，就是偷骑也会摆回来归还，然后就是趁爸爸就是凌晨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可能早上他上班前再骑回来。哦，你知道爸爸睡觉的时间，然后对，然后有时候也会偷爸爸里面皮包的钱，就是为了要出去玩。然后，但是这个都是在爸爸被叫去警察局把你们牵出来之前。没有，还哦之后进了警察局也不怕。当时的。可觉得这没什么，我就觉得只是拿，然后连警察记笔录，然后爸爸来都没什么。我会怕警察，我会怕警察，但是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偷窃。所以爸爸第一次知道也是去警察局才知道，说原来儿子的行为已经这么偏差。对，好，那素莲跟文恩这边，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逃学？6年级吧，国小。为什么？然后升国中的阶段，那时候。本身自己也不喜欢读书，然后也是因为上了国中叛逆的关系吧，然后因为本身爸妈就离婚，然后当老师或学校学生问我说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啦，然后我就会很逃避这个话题，然后逐渐的我就不喜欢学校，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然后相对的就不爱念书。对，甚至就是开始学正头啊，因为大家好像不读书的都去跳枕头，我就觉得好厉害哦。那你有回家跟妈妈说吗？就是你不想上学，或者是没有？因为那时候爸妈离婚的时候，我是给外公外婆带大。哦，那时候你没有在家里面。那外公外婆当然就没有察觉到。对啊。你也不跟他们说。不错。素莲什么时候知道文恩的一些情况？大概要升国中1年级的时候，那也差不多同时了，等于所以他开始有一些
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对，因为我爸跟我说，他送他去上课，他就会从看着他进校门口，可是他从旁边就已经跑掉了。技术还不够高明，好，外公都看到，就这一头进去，那头出来。他说我老了，我追不动啊，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走掉啊，这样。然后叫我去跟文恩沟通啊，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沟通啊，很无力，那时候很无力。他会说我知道，我会读书，就敷衍。对，你那时候对妈妈是什么感觉？外公外婆比较有感觉，然后妈妈是那时候有在关心我，然后因为毕竟她也有她的工作，然后我大多时间都是在外公外婆那里，然后就外公外婆感觉比较多，可是对妈妈感觉就是虽然很近，可是又觉得很陌生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多久可以看到一次妈妈？最久大概三四年吧。真的？文恩是几岁开始跟外公外婆住？国小就，对，小六以前，爸妈离婚之后就，哦，对，真的，就他，所以就你一个人跟外公外婆吗？还是哥哥弟弟也是？没有，哥哥弟弟不是，就你一个人啊？我一个。为什么把文恩一个人放在父母那边？因为爸爸那时候一直跟我说，他坚持要文恩的监护权。啊，我本来是想说，就是兄弟嘛，不要分开。对啊。然后爸爸一直坚持啊。所以就是等于是外公外婆希望有文恩的监护权，所以你就答应，就把文恩送去过去跟他们住。对，那我们先回到学孔跟盛豪这边，儿子被抓到警察局嘛，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你是很错愕。第一次而已，没关系，后面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啊。哦，所以第一次你觉得还 OK 哦？对对对，我以为以后不会再犯错，因为我也跟他们讲过啊。你说什么？跟我儿子讲过，以后你们不要再犯了。他们说好，因为我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公司啊。对啊。嗯。所以他们就好。对，他们说好，还是过了一两天又跑出去。下一次是多久以后又被叫到警察局？一个礼拜后吧。就这么快？对啊。然后呢？没办法，我要上班，我就买个铁链来把他们脚绑起来。哦，真的哦？对啊，因为我要准备上班，没办法，一定要绑他们啊，要不然又跑出去，又去做坏事，又有一个问题啊。我下班回来就哦，就放开来，你可以看着他们。嗯、对对，爸爸应该也很伤脑筋嘛，对不对？对啊、这怎么管？这怎么办？跑出去还好，又去抢人家，又去打人，啊、那个真的是很头痛、啊。就是警察局的，爸爸当初就是从三年级到六年级这一段时间，爸爸就是做汽车隔热纸，就做得蛮不错，然后、嗯、很忙，生意很好。后来遇到裁员。然后老板又看爸爸这么长，就是这么就在四年之内请了无数个假来，为了要找我们，然后或是做笔录、嗯，然后在这当中又遇到爷爷，就是摔倒，然后伤到后脑勺，然后脑水肿，然后脑水肿开刀不成功就变成植物人，然后植物人之后去疗养院，然后爸爸就为了这个要付很多钱，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就在无形中一直伤害自己的父亲。而且你们天天进警察局，天天进警察局。对。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没有，因为我当时还小，觉得没有人教。那后来呢？直到进监狱，然后。进监狱？对，我进过少年关务所。两个都有去啊。我跟哥哥都有去过，哥哥先去，然后就是少年队，就是希望拿哥哥为例，杀进警口。就是希望他进去，然后能够导正我，就是因为哥哥的例子，我可能会怕监狱之类的。但是你继续在外面还是做坏事？因为是哥哥带着我变坏的，然后我就想哥哥进去，我也想进去陪他。然后后来你也被抓进去？就是我在开庭的时候，第一次开庭的时候。爸爸就说，就跟法官讲说，他没有办法去照顾我，就交给监狱来管。虽然我想要去陪哥哥，就是我怕哥哥，因为哥哥带着我一起，我怕他很孤单。但是我也不是那么愿意想进去。但是爸爸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到了谷底了。
怎么会自己爸爸想叫法官把你关起来？我不可能一直每天都为了他们的案件不用上班，我老爸又在躺在养老院也要照顾，我一个人在顾啊，我没有三头，我只有两只手两只脚可以做。那时候我叫法官说，干脆试看看，叫他们先进去看会不会乖一点。后面去安置所，我是三进三出，三进三出安置所。因为三进三出少年关护所，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在里面认识那么多坏的，然后在外面，我觉得我应该要变得更就是更大为，或者是不要给人家欺负。哦，真的哦。对，我就觉得我憎恨这个世界，然后我希望能够做更最就是最可怕的人那一种。这是第一次进去的。对，第一次进去出来之后。出来。第三次进去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在就是，因为我还有三年的保护管束，就是对，然后社工介入，就是社会局的社工介入，然后让我把我移送到，就是一出来就马上移送到苗栗的安置机构，然后在那里也是没有改变，我又被转机构，我就转到中立的机构。谢谢你们的故事，好，盛豪要很大勇气跟大家分享，哎，谢谢你。好，所以文恩是跟外公外婆住，然后六年级到初一开始翘家。那素莲，当你知道的时候，你都没有想过一些方法吗？你没有想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文恩，你就放弃了？当初有放弃。真的吗？就手足无措啊，然后对无能为力。文恩有感觉到妈妈放弃你吗？有，那时候也没差。为什么会没差？那时候很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都不在，所以我就对他们有爱生恨吧，那样。就是，你觉得他们不要你？对啊，可是很就想要他们爱我，可是又很恨他们。然后又那时候阶段就是跟哥哥他们分开，然后因此我就一直很想往外面跑，然后认识朋友啊。不管是出去玩还是打到网咖，然后不回家我也高兴这样。所以你并没有觉得在外公外婆家，虽然你知道他们很爱你，可是你没有觉得温暖。嗯，我们今天听到这两段故事，都会让人也是觉得，亲子其实像有些父母会觉得离不开自己的孩子，但是父母不是全能万能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某些情况之下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决定或者是选择。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中辍生，为什么中辍生会开始有这样子的行为，也是让我们继续来慢慢探讨接下来会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让我们一起来转转发现爱，看后续怎么发展，一起走来。欢迎回到转转发现爱，来到我们这个充满着阳光跟爱的空间。但是马上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两位专家。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缺食员缺哥。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是我们的张静义主任。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张主任，我们刚刚听到这两组亲子的这个故事，然后文恩跟妈妈感觉就是我们刚刚故事停留在就是文恩反正觉得我妈就这样嘛，那素莲好像也就放弃，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的能力也很有限，这个会是中辍生的主要原因吗？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中辍生的原因大概还是一样，在一个亲子的一个关系的决裂，主要是没有办法去互动嘛。对，可是有时候当然不是说为他们在讲话啦，其实当父母亲的大家很想尽责，是好像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好像觉得说，讲起来好像是我们以国际儿童公约来讲，好像是孩子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对，但是一旦发生了问题，好像是就是你父母亲的原因啊，你父母亲的责任，所以其实很多还是要去关注。其实当一个家庭如果亲子已经决裂了，开始已经产生所谓的中辍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站在说怎么去扶持这些家长。那很多人认为说可能单亲的因素会造成中辍嘛，缺哥也算是过来人，有过失学的经历，嗯，是什么样的原因是造成
这样子的行为发生？其实中秋的问题不应当说是因为单亲吧，就我觉得中秋应该是说家庭的功能失去了，低功能，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学校体制也要负一大的责任，因为学校的体制的设计就是以 IQ 为主，以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试制度下设计的时候，其实势必有些孩子的特质他一定被忽略，当然家庭就一部分很大的责任，因为很多的问题确实很难加索于外人啊，所以我觉得父母怎么样提升他的功能，就是说家庭的功能，以及包括亲子之间怎么样在情绪的表达上面，他们可以有学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其实这个学习都会使他们未来更可以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开展。所以我觉得中秋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他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有些人是离开了婚姻，也叫做婚姻中秋；有些人作为一个爸爸，或者没做一个负责的爸爸，也是亲子中秋。所以我觉得中秋这个角色可以放在很多地方，包括经常换工作也算是一种中秋。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多的是不能从学习的角度来看而已，应该从情绪跟被支持的系统够不够来看这个问题。是，那张主任有迹可循吗？我觉得呢，张主任有迹可循吗？我觉得那个比较多的一个因素在于说亲子彼此的之间的表达，或是亲子之间到底共同要的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我也曾经遇到一个高科技的一个高阶的主管，那他自己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很难过，他一受训就是3000-4000个一个员工，那种员工对。那可是他只有一个孩子，他竟然搞不定，出了问题。他就这样子，那后来我就一直在常常跟他分享说，你有没有想过曾经有跟孩子有共同愉悦的回忆？他说有啊，我小时候带他去骑脚踏车了，做了很多运动。我说后来呢？我说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多久没有抱抱你自己的孩子？孩子都讲不出来。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说我做不到。我说我做不到。那你看亲子关系。到这种地步啊，自己抱抱自己的孩子都做不到。对，他后来因为了孩子真的是选择退休，然后他选择另外一个陪伴跟工作的方式，孩子真的改变了。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因为家庭有这样子现有的资源。对，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叫失功能的家庭当中，那个真的就是需要真的很多资源去挹注协助他重新开始。我觉得两个关键这个有差别。那家长怎么去观察自己的儿女有迹可循吗？我曾经看过一个，曾经辅导过一对家庭哈，其实爸爸是一个科学家，妈妈是一个银行家，然后父母非常爱孩子，啊、甚至参与到家长会会长，然后这个孩子后来吸毒、偷窃、恐吓、堕胎、然后骂父母，然后反正什么坏事都干尽了，参加帮派，所以其实你看这样的父母那么好。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当然父母他因为养育过程当中过度的介入，侵犯到孩子很多的学习，所以对孩子很多的东西是非常掌控的，所以孩子变成有一种很反叛性的，想要抗拒，想要你所有赞同的事情我全部反对，所以我的行为就转向你，所有不赞同我的或所有担心的东西我都让它发生，这个有点像，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到这样如此地步，所以我觉得说，我觉得父母是要了解，慢慢就是要慢慢知道说，其实孩子其实很需要的是我们了解，而不是过度的介入跟控制跟侵犯。对，孩子有些权利是应该被尊重的。好，那一旦今天面对所谓的亲子开始决裂，有没有可以恢复或者是重拾这个破裂的关系？我是做体验教育嘛，户外活动。所以我们设计上面会有一个课程叫做亲子重塑，是我觉得重新让他们共同经历到一些好的历程，好，这些历程愉悦的、快乐的、互相支持的，然后是在平常中间比较不会发生的，所以它有环境、有情境、有人带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要设计到一个原来彼此事实上其实是蛮宝贵的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找回到他们共同的觉得珍贵性的片刻，那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另外第二个，我觉得当一个人不快乐，不是因为没有快乐经验，是因为没有快乐情绪。所以我觉得快乐情绪来自于他被了解、被接纳、被支持。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样角度来，我觉得爸爸跟孩子都有机会去学习
沟通跟同理心。对，我们其实今天呢，阙哥有准备一个活动给我们大家，其实电视机前观众你们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不管是你现在跟你的亲子关系如何，我们来准备，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OK， 好，我想今天我们想玩一点小小的游戏啊，这游戏就是在过往里面，我们爱彼此的方式，常常我们会希望对方更好，所以会找更多对方的缺点，所以常常我们在爱是不常表达的，反而是缺点是常表达的。所以自己就变成常常就让对方误解到，其实就感觉到对方是不爱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比较好的眼光的角度来看对方，我们要写出五个对方你觉得对方的好，然后跟优点，那我们就试着尝试去表达出来，一方面可以有对方的感恩，那一方面也让对方觉得原来我有的好是被发现的。请爸爸妈妈写下对孩子你觉得他们的优点在哪里，然后请孩子写你所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对，好，好，谢谢。好，写好的话就可以翻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好吗？好，那请各位翻过来，哒啦 ，OK。好，我想我爸爸应该更多一点的发现到孩子的好，所以由爸爸先说好吗？我看到你写的说你觉得盛豪很孝顺。对，很帅啊，这个应该也赞美到自己。对对对对对对对，在说自己哈。然后呢，你觉得盛豪很照顾家？对对，盛豪很爱运动，很爱唱歌，对，然后个性很豪迈，所谓的豪迈什么意思啊？他就是对别人就是不会说拒绝，这样不拘小节，而且就是两肋插刀，OK， 就是很愿意帮助别人，对对，很好。盛豪说：“一，感受到爸爸的爱，在坐爸爸骑的机车，还有感受到爸爸煮的菜充满了爱，好吃吗？最拿手的一道菜是，就是简单的炒蛋炒饭，可是就充满着香跟爱在里面，真的哈、哦。还有爸爸叫我起床哦，他叫你起床都感受到爱哦，因为我。”就是在工作，现在在工作没有办法，就是跟爸爸住在一起。对，那爸爸现在可以叫你起床吗？打电话给你？有，我之前在做铁工的时候，就是做建筑，然后爸爸就是做保全，他会早起，然后都会打电话叫我起床。其实这个代表爸爸心里一直想着你，对不对？你看看爸爸说谢谢。爸爸，谢谢。拍拍啦，拍拍啦，来来，然后再递卫生纸。我们灯光太亮，没关系。哦，很好，很好。然后爸爸带你一起去钓虾，然后一起看电视。因为从小钓到大。从小钓到大。所以就是爸爸从我小时候开始钓虾，然后就是从小爸爸就看着爸爸钓虾，就很开心，就很崇拜他钓，是不是？钓虾，对，英雄来的哈。你们一起看电视，喜欢看什么电视？我爸爸都喜欢看外国外国片，外国片、动作影片、看影集什么的，对，很好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素莲跟文恩。妈妈说文恩的个性可静可动，很贴心，然后害羞，有一点善良，不是很善良，是普通一点点善良，有一点，有一点。妈妈讲话其实也很含蓄，其实你妈妈也是。害羞哈，第四点是文恩有一点小洁癖，他还蛮爱干净的哦。他会帮你打扫吗？会。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文恩很有才华，打鼓、弹钢琴，都很厉害，能文能武，然后还会帮妈妈做家事，又贴心又很善良。妈妈这样子形容你对吗？有没有够了解你？也没有那么夸张啊，是还是会帮忙做。就是他会帮忙做啦，哦，不是说都包办了，对，一部分这样不错了啦，男孩子能够帮忙已经不错了，哼，很好。然后呢，我们来看文恩说妈妈，我觉得对我的爱就是时常的互相问候关心啊。现在会了吗？会啊，现在会。然后再来是诉说心情啊，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还是工作上什么，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就还蛮喜欢听的。是谁听谁？你听妈妈，妈妈听你。我有时候也会都会啊，都会。哦，真的哦，所以你们像好朋友，很难得哎，很棒啊。然后再来是一起出去玩，就是
假日啊，或者是休假的时候。你最喜欢跟妈妈哪里去哪里玩？逛夜市啊。逛夜市，是谁比较爱逛？是妈妈爱还是你们都爱逛？她也很爱逛。她很爱逛吗？然后在煮饭菜一起享用，就是蛮喜欢吃妈煮的东西。哪一道菜？炒青菜、高丽菜，然后就简单料理啊，就好吃哈。对啊，就有妈妈味道。好吃。还有嘞，就是妈妈对你的爱是给你零用钱。这个最实在。说实话，妈妈给零用钱给很大方吗？会不会？有时候还会念一下。会念吗？对啊。怎么念？怎么这样子那么快什么的？所以也会教你怎么理财，会不会？就教你说，啊。就省着花这样，省着花也对，妈妈都是为你好。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你觉得妈妈给你的对你的爱是很像好朋友，还是你真的感觉到妈妈就是妈妈？就真的是妈妈。啊，你感觉到她很爱你吗？有，感觉得出来。不过这个跳得蛮大的，因为刚刚他们讲故事的时候，其实文恩曾经讲，他就觉得妈妈那段时间六年级到小初一的时候。妈妈也放弃了。那现在文恩几岁了？18。18，那中间那段时间，你怎么慢慢的又跟妈妈接近？她有去少年之家，也是安置机构。安置机构，你也有去？对，也是因为，她是因为闯祸、偷窃，然后在那边慢慢的学习，慢慢学习，对，重新开始。对，然后张主任辅导啊。主任可以聊一下吗？他们那个时候的转变。黄恩，盛豪干嘛那么乐？因为他每次去外面讲演讲的时候都讲我的故事。真的吗？那终于可以听到别人了，对不对？来了，我们听一下黄恩那时候的转变。其实是这样子了，其实孩子他们真的就是刚才所说了，我们刚才听到苏莲妈妈跟文恩，其实他们两个在还没有相关的社会资源介入的时候，是。那你看，连一个妈妈都觉得说啊，放弃了，不可能了。那我刚才眼不见为净，如果是什么就看不到，什么都不是我的责任，就算了。可是当社会资源介入的时候，其实当他们彼此去看到自己可爱的地方，他们自己的优点的地方，当然中间其实他们要真的不多。他们没有说什么要大房子啦，要跑车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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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有感受到这个。他们最直接感到的是什么？你看，随便煮一个菜，就像文恩刚才讲的，就很感动啊。他们要的是共同的一个东西。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有什么可以去协助他们？就刚才讲，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再度的去互动，让他们妈妈去表达一下说啊，其实孩子，我爱你。可是我爱你，可能没有办法像很多很多家庭给你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但是我最起码能将我给你的爱，用一个某一个方式来表达。那当孩子也去接收到的时候，那感觉就真的不一样。我相信在以前过去，可能他也认为说妈妈在互相的问候关心，妈妈绝对也是会的。但那他刚才讲的有四年当中是完全缺少的。对。可是当开始妈妈要给他这份爱的时候。因为我发现不是只有文恩，不是只有盛豪，很多孩子都这样子。他怀疑，我自己都被这样教会了。有一次我给一个孩子讲说，没有关系，大家爱你嘛，别骗了。爸爸前天还送我玩具，我隔天就被打了半死。什么叫做爱？那种过程当中，孩子在长期累积起来，然后我们是不信任。嗯哼。那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借了很多的方式。就好，刚刚阿豪有讲过了，我当希望吸引别人的目光，可是我看不到，别人还是一样没有办法看到我。然后你要爱他们，他们又觉得说感受不到，是。所以开始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就希望说能干能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要解那个零的时候，还是要原本那个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让他们自己来跟他们互动。我觉得那个是最真实的。那家长在孩子进入中阶辅导中心后。家长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第一是放下身段，第二就是说，刚有别人对你的眼光认为说你的孩子已经违反了社会规范。当然，刚才我听到我们那个盛豪的爸爸讲，在某个行为当中，你说用链子用那个某个行为当中，我们是不认同。可是你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他爱不爱自己的孩子？爱呀、啊。这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那我要工作啊，我要赚钱啊，我要养家啊，我没有办法。我当然不是把他们
以前过去比较不对的事情把它合理化，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当中，会觉得说你不行啊，你爸爸妈妈你就是要好好的把你的孩子教好啊。你看哦，两个父子之间是决裂哦，你要重新要把他们结合起来，难哦，那个是非常难的哦。那我刚才讲的要放下身段，不是只有对孩子放下身段哦，对外面的指责没有关系，我们就放下身段来，有什么可以我可以得到协助的？那可能在某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知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就真的是要中介的资源进来，我们来完成他们共同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啊，曾经在中介辅导里面，他们有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有带到现场来哦。先卖个关子，我们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那在这个亲子的故事过程当中，其实如果后来他们可以一起共同完成一样作品，当然是更加的珍贵。而嘿嘿，很巧，我们今天呢两对亲子正好都有作品来到现场，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一起共同完成了是什么呢？首先看是雪孔跟盛豪，哎，雪孔手上拿着什么？这个是羊，一只羊，陶瓷，这是陶瓷是。本来就好的作品，然后只是要画水彩上去，所以那水彩是谁画的？爸爸。然后那个时候你们是一起？对，在现场。对，我们一直在现场，然后哥哥家人全部都有来，我也有画一个，只是我的、我留着爸爸的，就是我自己的忘记，留着记忆还在就好了。对，就是很开心。我画，因为很开心，因为我就觉得跟爸爸有互动。要做一件事。刚开始我到安置机构的时候，爸爸就是可能主任社工邀请爸爸来，然后爸爸就会来。可是第一次的活动可能不是做这个，可能是做别的，他会很尴尬，可能站在那边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我。对对，这个是第二年就再办一次，那叫做亲子日。然后我做的，爸爸就一直笑我说怎么那么丑，因为我是用很多颜色混合画在一起的。没关系啦，儿子是有艺术感啦。好，现在都是要弄到看不懂就是最厉害的。对啊。好，然后那个素莲跟文恩，你们这里有一个分享的是去参加文恩音乐会的音乐会，他音乐会的合照，有阿公跟我还有文恩，阿公跟文恩一起合照的。真的？对，去表演哦。对，去表演。文恩是你刚刚讲打鼓跟钢琴嘛？对，可是他表演他都是打鼓，很有节奏感哈。对啊，还蛮骄傲的。妈妈有狂叫，对不对？狂叫。好吗？对呀、啊，真的、啊。其实小孩子在台上，我们做父母的当然骄傲啊，只要站在台上，对不对？太棒了。继续。说到这个，我爸最近我们有对对对一个乐团，然后爸爸就一直每天都会看得到他会分享我的贴文。是，每天都有一则，然后我就要去帮爸爸按赞，要让他知道我也有看到他在分享。那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当然觉得非常的高兴。不过在上几段的时候，我们就有听到，其实当时雪孔因为已经束手无策，他选择虽然盛豪嘴里说是要去陪哥哥，可是其实，在法官面前，当爸爸要求说真的把他关起来的时候，盛豪觉得其实那是蛮受伤的一件事情。我想，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很爱孩子，是。有时候我们经过思考过以后，考量说我们这样的方式是爱孩子，可是我们也没有注意到孩子的感受性问题。就是说你爱孩子的方法，但是孩子感受如果是受伤的或是不舒服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父母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感受是很主观的，他没办法像我们大人可以那么成熟，或者想的那么东西的透彻，有时候他不能明白。还有包括可能那个素莲妈妈，其实你知道你有四年，对孩子来说那是一种遗弃啊。就我觉得当妈妈的跟爸爸，我觉得当我们爱孩子是真的，可是我们伤害的孩子也是真的。就是说当我们越伤害越爱，就越可能会受伤害，如果我们方法错。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的修复孩子的情感，这孩子情感会受伤害。所以如果当你发现他说你伤害到孩子了，或者因为孩子有表达到他曾经那样是受伤的，或者因为你们有某一种事件又让你引起你曾经讲过那样的话伤害到你的孩子，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不完美，那我们可以跟孩子道歉，其实让孩子求孩子原谅。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让孩子知道说，原来
他过去那样的东西其实爸爸妈妈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这个道歉对他来说也许是晚的，可是对他来说都是有一个重新再修复他的情感，让他重新可以再次站立。我举个例子，就讲我自己亲的例子。我曾经在一次很生气的时候，其实我女儿是很好很乖的孩子，可是我在很生气的时候，因着某一种事件，我亲口跟我女儿说，你不是我的孩子。你知道我讲这样的话，你不是我的孩子。那你说这种话是在一种很极大的生气里面，很觉得很沮丧很挫折里面讲出来的话。可这句话当然事后这一两天我们家里就道歉了，我就跟孩子道歉了，那这个就和好了。可是没想到经过几年之后，我也曾有一次预备讲章，然后里面就谈到有关于孤单或遗弃有关系的议题，然后后来我就想起到我曾经跟我女儿讲过，你不是我孩子。后来我就把女儿你过来坐到大腿上面，那我就说，爸爸刚刚发现到我曾经跟你说的一句话，虽然已经很久了，可是爸爸还是跟你道歉，因为这是一个不是故意要说的。你知道我说完以后，他眼泪就开始又在哭啊。记得说不是一次道歉就可以解决，说那是一种很深的伤痕。那再跟他说的时候他又哭，那我说爸爸真的不是故意的，那请你要原谅我。那我觉得这种都是点点滴滴会修复那个过去伤害的情感，因为孩子情感需要被修复。那所以我就说，哎，不是单单只有放下身段就够了，我觉得应该还有方法可以让孩子那个情感面被修复。因为我刚刚说孩子的情感需要被照顾的，那这样他才能长大成一个成熟的人。其实按照我们刚刚如果聊的话，其实这一块其实也真的很重要，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段话一句话会让我们的亲人有一些误解，是，所以修复他道歉重新开始很重要。对，那文恩现在你跟妈妈的关系是你会怎么形容？好朋友吧。好朋友吗？就像好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就什么都可以聊，就是不管是工作啊休息时间，或是有时候我们就算我没有回家里的时候也会电话问候这样，就很像好朋友的样子。甚好嘞，像哥哥的爸爸。哥哥的爸爸。因为我们前一个月才刚完成就是全国监狱巡回，就是每年都会完成的，然后爸爸就都会，就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打LINE的时候就是LINE的通讯 APP， 然后打LINE的通讯的时候大家都是打免费通话都是这样接，可是他就是硬要开镜头，然后就变成连我也要开镜头，然后他就是喜欢跟我，就算我面对面没有回家他会跟我面对面，对，很好。他有时候会说，他说阿子啊，他的口气都这样，阿子啊，然后你怎么变瘦了啊？你有没有吃饭啊？他在上你这家怎么没有吃饭？我说啊，爸，因为他就是开，然后我要很大声嘛。我说爸，我说旁边有人，我还在办公室呢。我说你小声一点，可是我不会不耐烦，我就觉得给人家笑我也没这么窝心的行为，对呀、啊。对不对？这是所有亲子梦寐以求的，还是嘛？那我可不可以啊？现在请文恩跟素莲，你们面对面一下好不好？妈妈看着儿子，儿子看着妈妈。不要偷亲哦！啊，偷亲没问题。哎呦，我要是我儿子愿意公共场合亲我，就放鞭炮了。对呀、啊，可以。来，那我们先请文恩对妈妈说几句话。不管以前怎么样啊，然后现在就已经。就是很好，我们就一直很好，就很好下去了。然后我不会去怪以前你对我怎么样，然后甚至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没你不在的那段时间，然后就希望你可以不用为我多担心，然后就在你的工作啊，在你想发挥的地方去多发挥，然后我也会为自己努力，不管在工作还是学业还是在喜欢自己做的事情上面啊，音乐、钢琴、打鼓，然后我都会为自己努力，然后希望你不用担心的太多。妈妈有没有话对儿子说？我看到你的改变，很感心。你长大了，学会会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然后不会就是永远都叫我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就很感心了。那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期许？期许哦，当然是希望他踏上演艺圈啊。进演艺圈太棒了！
对啊，这么有才华，对不对？书好好先念好，嗯，然后未来等着你，好不好？好，谢谢。给妈妈一个大大拥抱嘛，嗯，妈妈大大拥抱哈。跟我说妈妈我爱你，妈我爱你，爱你哦。好，好棒，好感动啊！来来来，血孔你再往哪里看？哦，该你们了耶。可以面对面吗？来，盛豪面对爸爸。他腿太粗了啦。没有啊，你椅子往后挪一些啦。哎呦哎呦，男生就都这样。交叉一下。看看看到爸爸，你对爸爸说好了，就这样，哎，有看到就好。来，要讲什么？你想对爸爸说什么都可以呀。可是我还没讲就想哭。你这个一路走来有这么多的麻烦给你爸。我还没讲就想哭了。啊，那没有，慢慢讲，我们等你啊，我们时间很多嘿。哈，情感丰富。嗯，爸爸这几年辛苦你了，然后虽然就是在我这十几年来就是做错事，然后改变到现在，虽然就是一直没有在你身旁，但是我知道你给我的爱是一直延续，没有从来没有断过，我知道。你不想放弃我，但是我在起跑的时候就输给了自己，但是在未来的路上我会更加油，我希望一辈子当你的儿子。妈妈我爱你，爸爸也爱你，加油，我永远支持你。很棒，那很为你们高兴，儿子没白疼呐。好，那爸爸除了永远支持跟我爱你，有没有话跟盛豪说？有啊，我跟他讲了，就这一句哦。对啊，我永远支持他，加油啊，继续努力，勇往直前。好，加油，心灵相通。对啊，而且一天到晚赖就看得见，赖给他赖很多啊，有没有？对啊，对啊，一大堆啊。我传一句，他会传十几句过来。对啊，这就是爸爸，不要嫌唠叨，这是一种幸福，对不对？那来，缺哥，你觉得真正的关键在哪里？他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我想能转变，转爱嘛，哈，他一定不会脱离跟爱有关系的。对。我觉得爱它永远是很有力量的，不管来自于母爱、父爱，或者是来自于上帝的爱，这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改变的启动器。所以我想刚刚很感动，在生活中就可以这样表达，而且要常常表达，因为这种表达会让对方感到的价值，会让他感到一种被爱的感觉，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记得我在以前很坏的时候没有去抢银行，本来我计划好要抢银行的，真的，但是因为都是想到妈妈的爱，就是跟爱有关系，因为她是直接跟我直接付出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关键的重要都是跟爱有关系。那我想不管爸爸或妈妈对孩子的不放弃，持续的跟随，我觉得那种都是一种让孩子建构一个很好的安全感的机制，那这个东西会使孩子就有机会重新再走出来。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就是说，对孩子的肯定是与他的未来有关。好，忘记那个过去的模式，看看人是甚好，以及尊重。所以为什么要尊重孩子，然后用一种眼光来看孩子的好。所以好要刻意找哦，这不是自然的。当你眼光改变了，孩子一定越来越好。因为当有一个人肯定他的时候，孩子就会变为你心目中的英雄，那真的英雄会出来。所以爸爸妈妈，你们的眼光很有力量，还有你们的爱跟你们的不放弃，呀，太棒太棒了。但是我们张主任这边今天有带来一幅画，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也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请。你看到他们这样的能重新开始，其实就是我常常讲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看到的画面。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恨能挑起一切争端。那到底什么元素让我们变成恨？到底什么元素会变成爱？我觉得这是那一种彼此之间常常相处在一起会造成的一个结果。时间一直在流逝着，没有办法重新来过，可是我们的回忆却一直每天一直在增加。其实像亲子这样决裂，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放下身段，
第二，学习成长，不一定是爸爸妈妈成长哦，或许孩子一方成长的时候，也会触动另外一方的加入哦。我觉得这个亲子的关系哦，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但一方很难。那为什么今天要放这个话？这是另外我辅导的另外一个孩子，那也是四岁就进入到寄养家庭，一直到最后到比较调皮，然后到育幼机构。那在育幼机构又犯了错，那辗转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安置机构辅导机构。那这个孩子他原本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很叛逆。那从小爸爸就是监狱，然后一直到国一才见到第一次的妈妈。然后他说他跟妈妈也没有什么感觉。那这个孩子这一个转捩点就是，当他开始进入到国中阶段，很叛逆，那刚好有一个特性，很会画画。嗯哼，我们老师讲了，刚刚你看到他的优点，不是只有看到，对，而且去陪伴，让他优点变成他的行为。后来没想到在学校就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师，就愿意啊，哦，就是愿意陪着他，哦，包括那个盛豪也是啊。他从一个非常非常调皮的孩子，一直到发觉他学校老师发觉他唱歌，那后来拿奖，那一慢慢一路上，那这个孩子刚好是画画，那开始画的时候，那个美术老师就觉得说，好啊，那孩子如果要画，我们就试试看，一画下去，一幅、两幅、三幅，一直画画，画到最后，那跟我们商量说，他想帮他办一个个人的画展，哎，我说好、啊，那太棒了啊，每一幅画都有他的故事，那这一幅他讲的，他说叫练习题，他说要送给我。我说什么叫练习题？他就讲了，他说从小到大在育儿机构一直到寄养家庭，很多人在告诉他说什么是家，可是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他一直来到我们这边之后，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说看到我跟我太太、我的女儿、儿子都生活在一起，他说哦，原来家是这样子。他知道那个架构，可是他不知道家是什么。原来家是。你讲的爸爸妈妈然后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原来那个是家，所以他自己的框框一直在画一个框架，嗯哼，他很模糊，他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练习，他也希望有一个家。你看孩子一直在找到我们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东西，可是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没有理所当然，缺少原生的父母亲的一个孩子，他们渴望一个家。嗯哼，观众朋友，如果我们自己有家，我们更应该是要真的是把你想象的家跟孩子想象的家融合起来，就要看他刚才的作品，好像看似好像是只有一个绵羊在那边，可是他们是他们共同想要一个家，所以祝福大家，真的是透过这样一个孩子的练习题，让我们再度的想象说，其实孩子一直在练习，我们也一直在练习。对。但是那个家的框架还是一样，需要亲子一起去把它逐梦起来。好，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这个练习题。人生当中难免会有挫折，但是爱还有不要放弃，我们一定可以达到的。是，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那我们转转发现爱，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